子，尝尝我们岳阳城的长山红吧。嗯，公子，只尝尝不要紧。嗯嗯，来尝一尝。哎哎。啊，嗯，你要去哪儿？找此地助阵的仙门世家。哎呀，你找他们干什么？我就说你这个人出来办事儿啊，离了我真的不行。你去找他们，你能问出什么来才怪。那要如何打听？当然是去那个地方。你就是想去喝酒？错，我魏无羡一向公私分明。你们好好想一想，这个地方每日客多人多口杂，如果这附近有什么奇异的事情的话，一定逃不过他们的耳目。你那一张嘴想说什么便是什么。魏兄家兄，聂兄如何？孟瑶他们还没到，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。那是极好。走走走。哎呀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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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了走了走了。三壶酒。你疯了？公子爽快，我们岳阳的长山红下了肚啊，劲儿可足了，非得公子这样的人才能驯服。嗯，各位稍等啊，我不花点钱能套出话来吗？你的钱用完了可别管我要。酒来喽。哎，公子，您要的酒。有话快问。小二啊，哎，我们这是第一次来岳阳，你们岳阳可有什么好玩的事情说来听听啊？您想问些什么好玩的事儿啊？嗯，我指的好玩就是越怪越好玩，所以有什么怪事啊？怪事儿？这怪事嘛，就是哪里有什么鬼宅、荒坟、分尸，又或是哪里有什么异动，有没有人被噬魂，诸如此类的吧。公子，您口味可真重啊。岳阳东南方向是何处？这东南，那是常氏的仙宅吧？哎，公子，您这么一说，我倒是想起来，近来有一件怪事儿。快说呀！公子们顺着这个道出了城，再走个几里，能看见一座修得挺漂亮的宅子，那个便是常氏的宅子。岳阳常氏，就是驻守此地的仙门世家。对，就是仙门中人。这常氏宗门虽然人口单薄，但在岳阳也是住着十几口人。可是不知最近怎么了，一个个都销声匿迹了。失踪了？应该是，不过应该也不是。什么意思？说失踪呢，是因为常氏十几口人突然在岳阳再没出现过，可每到晚上啊，都能听到常氏府邸传来咚咚咚的拍门声。拍门声？对，这都敲得连续十几天了，每天都把门敲得震天响，这里面又是哭又是叫的，好像所有人都被关在里面出不来一样。没有人进去看过吗？这去啊，可是这白天里空无一人，一到晚上就拍门，你们说这是不是人？你们看，这马上又要到晚上了。蓝湛，蓝湛，收心凝神。蓝湛，凝神。这是阴铁。怎么又要出事吗？蓝湛。去尝试。
我不去，我就在这儿等梦瑶吧。哎。